大家好，我是星红。前两天陪我老上延边医院又排了一个肺部的片子，今天出结果。现在我要坐公交车跟我小妹会合，我俩一起去把片子取了，然后再找医生看看是什么结果。说句实话，这两天我们都挺闹心的，就怕这个诊断有什么不好的结果。啥时候到的？我就在那路上等你，我特意从这边过去找你。快走吧，也不知道这个点能不能出结果。太早了。现在才8点来钟。他告诉好像说是得中午吧，咱这要不就多等会儿，咱俩。欢迎，您胶片和报告已经准备好服了，请稍等。一共3张呢。请取有您的所有胶片和报告，谢谢。化验单已经取回来了，但是这个结果不太好。我现在去挂号，然后把这个拿给医生，让医生再看。也是一个，现在他是现在是好几个。要不我说，遇到什么问题不要自己瞎猜疑，一定要去找医生。俺俩刚开始拿到结果的时候就特别低落，结果一找医生啊，我们找完了医生又去找了一个外科的主任，让他给我俩仔细讲解了一下。我老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每年来过来定期检查就可以了。这回悬着心可算放下了，也谢谢咱们视频前关心我姥姥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我们俩现在回家了，把这好消息带回去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